智慧型手机当然这个你要买才行了，但是协作平台对我们来讲就还蛮方便的，做网页哈。那这个我们这个学期没有时间介绍，一些前大概去年或前两年都有介绍过。那么 Google 快讯的话是什么？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在网络上查过自己的新闻度？啊，如果你太喜欢两分钟嘛，对吧？你这两个也赶快点。但是如果你的名字也不是那种很就是常见的，那么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我的资料公布在网络上，跟我相关的，所以有提到你的，当然在 Google 上不会出现的，因为它需要登录嘛。但是跟你相关的，你就可以建立所谓的 Google 快讯。那 Google 快讯的目的就是跟我们查关键字一样，可是平常我们是要找哪个关键字我才去找，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就等于说你把它先把你要平常就要留意的关键字把它建立起来，那么只要网络上一有它相关的讯息，它就自动寄 mail 给你。啊，对对对对，跳，其实换成中文变过快去。所以你这个东西叫做订阅关键字啊，简单来讲叫订阅关键字哈。所以你看我们到这边，你到你的 Google， 好，上面有没有更多？你到更多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关键字哈。来，有没有看到一下 Google 快讯？点进来，也就是你可以把你平常要观察的有没有，就把它先建立好。那就看你建立哪些。那么如果你已经建好了，你也可以来这里管理一下，因为有时候这个关键字我不需要再关注了，这个我可以把它移除掉哈，或者改变它怎么样传动的频率。好，你可以一天或者一周一次都好。那当然不会每天都有。因为除非你的关键字是每天都有新增加东西，所以你看我有没有，我观察一些关键字啊，所以如果别人有把我的名字，你比如说他放到部落格里面，还是说放在网站里面，我会马上收到。所以有些同学就奇怪，老师你怎么知道？因为他 Google 会跟我讲。好，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快讯了哈。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可以关注一下说，哪些关键字是你。那关键字不是一定只能用单一个字哦。如果你觉得我想要同时这两个有的我才算，有没有？这样就是你的内容里面有这两个都有提到的才会算给你。那如果是单一个，当然就是一个。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是叫做 Google 快讯。那 Google 地图、地球这个应该大家都没问题。好，地球 Google 地球用过吗？如果您是要找东西，它可以查现在，也可以查过去，也可以查历史，也可以查地球、月球，还可以别的地方哦。不一定只有地球哦，它实际上有很多。那这个你看一下，但是我想各位另外一个有机会用到叫 Google 图书，因为 Google 图书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以后最大的线上书籍就不见得是亚马逊了，亚马逊都要卖钱了，对不对？ Google 图书是免费的。Google Library， 你可以，我们从这边去看一下，更多 Google 图书有没有？那这里面呢，其实早期我们台湾在还没有那个智慧财产权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泼来泼去的，对不对？那所以说，现在大陆就是这个情形，大陆也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所以你在上面看到比较多的中文书，很多都是什么大陆的。因为反正就直接扣就上了，没有版权问题。那其他有版权的，它会全球每个国家一个一个出版社慢慢谈。好，那么你可能会想说，这个上面的书都是免费的吗？有一部分是免费的，一部分是付费的。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在 Google 图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做全文检索。你看我们去图书馆，你不是做全文检索？图书馆呢？哪有？我们都是找关键字，你能不能全部都找到？不行，所以大家很辛苦要去 K 图书馆，很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要翻书去找。那像这些呢，它有些哈，比如说你看到这里好了哈，你看到它有很多主题，对不对？好，假设你要看这一本，点进去，工程光学。好，
还有的呢，他会告诉你这一本，好，你看，我可以预览，预览一下。各位，平常我们在那个现在买书的话，也是很多那个线上书店都会给你有一个四月章节，可是是只能看局部的，对不对？也是一样啊。那我们来看看哦，你看这里对不对？我来用在这本书去做搜寻，看什么关键字？这里有什么？廖廷彪。好，那我就搜寻一下。大概因为这是简体的哈，所以这样的搜寻会找不到。我找一本英文的好了。对，这一本经典名著。好，这样我们预览一下。就是三，我找三。好，执行。有没有找到？关键字没有出来，对不对？好，那我就不用买了，直接在线上看就好了。它有分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完全免费，像这种经典名著，或者像我们有那个什么。网络上你可能有看过那个什么金庸小说啊，对不对？或古龙的那种文字版的、啊，很累呢，用那个在我们可以书笔真的看呵呵。但是像在这边就是像这样，告诉你说在第几页有，那你如果打过去，有没有？就在这里。那么它呢，今天如果是属于有付费的，也没有关系，它会有几个章节给你看。可是我在打关键字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说，那个关键字如果是在付费那页，他会告诉你在第几页，只是你不能看而已。所以书局里面，他有去跟他合作，那不就死光光了吗？不会，因为他会告诉你你怎么买这本书，了不了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书是没有办法曝光了，它曝光率不高啊，尤其你比较冷门的，一般书局根本就买不到，谁要放冷门的，占空间吧，对不对？哦，所以你可以透过这边哦。把这你现在找到的你的关键字，那符合我的需要，我再去这些地方找，或者你再去图书馆找，这就比较容易。好，因为我们一般书是没有办法做全文检索，可是在Google图书里面可以。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加到我的最爱，这里也有加到我的最爱的，在哪里？不见了，有一个有加到我的最爱，有没有？加到我的图书馆。那么下次你自己就可以开图书馆，来跟我的最爱概念一样。我就不用担心说，我记得有一本书，可是我找不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服务。你慢慢的会发现说有这样的东西。好，那只是说它谈的速度哦，就没办法说像一般啊那么快，因为每个出版社每个出版社去谈。所以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大陆的书，以中文的书来讲，大陆书会比较多，台湾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原文书更不用讲很多，好，原文书就很多，所以你可以找找关键字。找到在这上面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好，这个是关于Google图书的部分。另外这个大概相簿应该还好啦，好，相簿比较没什么问题。那另外比较好玩的是 Google 都有这个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是什么？今天啊，你看你打开新的时候进到 Google 的首页，它不是有告诉你这个吗？事实上除了这个以外，它有的时候还会有动画有互动的，好，有互动的，所以你可以找，你可以找一下就可以找到。啊，你用这个关键字呢，它叫 Google Doodle 哦。像前段时间就是有这个粘土动画，三色警察，然后它每天都有哈，好多，韩国的也有呢。我们有时候中秋节也有，所以他反正都有他的创意了哈，所以这个是
比较娱乐性质的给大家。现在他就暂时先休息了，所以我想我们就暂时不介绍了，好吧？好，那我想我就把画面先还给各位。